欢迎回来，我是阿姆西。那么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玩一款最近非常火的新游戏《骗子酒吧》。目前在 Steam 上呢是 90% 的特别好评。游戏最多支持四名玩家联机，一共四个人物，最可爱的就是这个高老庄赌王猪八戒，然后呢是大力牛魔王，再加上二郎神的哮天犬，最后唯一的妹子是一只小狐狸。游戏目前分两种模式，一个是纸牌，一个是骰子。今天我们先来玩纸牌，也就是骗子牌。它这游戏呢是加入了俄罗斯轮盘赌的，也就是在左轮手枪里面只装上一颗子弹。如果你输掉了一轮游戏，那么就要对你的脑袋啊来上那么一枪。一共有6张 K、6张皮蛋和6张 S， 还有2张小王。小王可以替代任何一张牌。每一轮呢都有一张主题牌，每个人呢都要假装或者说是真正的打出这张牌。这一轮打老 K， 但是我手上只有一张老 K 和一张小王，那么旁边的2张 S、1张皮蛋的话呢，我就得想办法给他出出去，并且让别人相信啊，我打出去的是老 K。如果别人信的话呢，别人就会继续打；如果不信呢，他就叫我。叫我的话呢，我就输了，我就要崩自己脑袋。但如果我出的真是 K， 那么他就要崩脑袋。哦，这一轮的话大家都信了，那我这一轮的话可以炸他们一下。他们看我出一对啊，很有可能会拍我。一旦拍我了，他们就要被崩。哦，他们居然信了，那我要完蛋了。那我必须要拍他了，因为我现在手上的话，待会肯定会被拍的。他居然真的是老 K 啊，那么这样我就输了，我就需要对自己的脑袋来上一枪。Beauty and luck, let's hope I have both. 没中，运气不错啊，不过第一发被命中的概率还是比较低的啊。那么这一轮又是老 K， 我们手上只有一张小王，2张皮蛋当老 K 打出。哎呦，这花费更夸张，直接3张老 K， 看云之极信不信？哎，果然不信。居然真的是3张老 K 啊！那么这样一来，云之极就要崩自己一枪。相信到这里，你们已经了解了骗子牌的玩法了。让我们正式开始。老板，我要再来一份红粉佳人，这次我喝定了。我都替他喝四轮了，老板，先靠我这边。哎呦，这个牌有点刺激哦。这个牌 ，two aces， 2张，非常刺激。one is。干嘛？红粉佳人不想喝了是吧？哎呀，哎呦，牌我还没看呢，我冷不丁的突袭他一下，他居然是真的。老板，看到没？红粉佳人给我留着啊！ Don't fail me now。该试了。我操！还真是了。哎呀，突袭一下啊！没想到真的，没想到手上子弹也是真的啊！老板，红粉佳人给我上了，我替他喝了些，我怕一会儿喝不到了。我操，这个牌有问题，我跟你讲，这个枪也有问题。Liar， 那是什么爱？哎呀，你两张我四张，我操！我的妈！我的妈！什么东西啊？老板，老板，这枪是不是上一回人玩完的？啊，玩剩下的？没有赚是吧？一个一枪死，一个两枪死。机子的，一直打，一直打。哎呦，我拍，我不信。你不信？一枪死了，一枪死，一枪死。一枪死！一个躺着。回头箭，回头箭，回头箭。回头箭。回头箭！我操！哦，回头箭！老板，枪都没换了。最快的一局。真的是，三个人加起来总共也就4枪，我操！谁的手表第一枪就死了啊？那你一枪死，我有什么法子的？我感觉吹牛逼，你看看。哎呀！回头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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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不不，回头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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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头回头。我操，一局没。老板，枪没坏是吧？应该轮到这个阿姆西一枪死了呀。哎，母鸡，你看你下家是谁？你怎么你什么时候坐我对面去？你真烦啊，这个人。我出错了，他就拍我。他出真的我就拍他，我真服了。什么时候老笔头坐到我对面去，我才能赢。我跟你讲，这个没法。我看看 ，Three Kings， 你上来就3张。Flirting with danger。哎，那啥 ？King， 那吹牛拍的。One King。One。我也可以。One。给自己又开一张一张出、啊，为什么不拍我？ King. 大不了你们三个再打吧，是吧？ King. 我感觉你们吹牛逼。
哎，又吹牛逼了，这次没有吹牛逼啊！啊，老朱，回头见。没有，我枪套里没有子弹。一枪把头崩到后面去，回头见。哎呀，没有，朱哥有点不清醒呀、哎呀，完了，要老朱逃过一劫。完了，让狗打蒙圈了，节奏有点乱。我靠，听老牛能不能看牌，别看我。我觉得可以拍，我看着老朱就不像什么好人。第一张绝对拍，绝对是懵的。他第一张绝对懵，你信他鬼话？绝对懵，你信他鬼话？那我只能说自己还。完了，让比神逃了一张，我的天！嗯，让老比头逃了一张。Two aces， 你 two aces， 我就不信。有。给你发泄了啊！哎，哎，老狗头，狗头不保。Well, 啊，你以为你晃你就不被包？玩会。哎呦！哎呦，不错哦。你要会了？什么叫母鸡要会了？你小子，你们得换游戏了，得换菜市场了，兄弟们。得换菜市场，真的让他赢哦。就是吧啊，可以。One Queen， 怎么又一张啊？我不信。啊啊！开局就不信？啊，开局就不信是吧？开局就不信。完了，完了，真会了，就是要我退，我玩菜市场。让我退吧，这场降级了。反正狗头不保成二。哇！四了，这就四了。我牌还没出呢。老板，我们玩的是轮盘赌，你是不是给那张全是重手枪啊？二分之一的概率，假的，真假？我信你，看看你他妈，你家信我是吧？你信比神，信耶兹是吧？信耶兹，你小子，还有你信我呢？这大爷的！我第一轮叫他，第一轮就假。哎我操，耶兹叫我三回全叫对了，我的天哪！我操，耶兹三回全信对我了。其实真正跟你犯错的不是我，是躺着那个。啊，这第一轮开我，那他肯定就是假的了啊！这一轮按兵不动，过了第二轮再说。你小子，打几张？一张。椰子，仪式讲说椰子，然后不说，第二轮再说，自己看吧。第二轮再说。老云头。啊，问我干嘛？第二组再说呀，看第一把。嗯，哇，现在有。One Queen， One Queen， 又开始一张一张出了啊。One Queen， 他应该没事儿。你看我的头，我多真诚。你看我的头，我的头也很真诚呀。你的头是真诚，都放台面上了都。一张又出一张。One Queen。我就不信你们全部都一张一张出下去。假的。行，听你的。椰子，你大爷的，你亏平了吗你啊，小子？亏平的小子，他为什么没这么准？哦、我要报警啊！这个人作弊，这个人作弊呀、啊！再见吧，我死不了，过了两轮再说吧。我没死，我没死。哎呦，不对劲，死者不许说话。我不说了。哎呦，不得了啊，椰子！我没有亏比的啊，我只猜的啊。你想猜那么准的是吗？不得了啊！两张。给我自己玩就自己玩。母鸡打了是几张兵？我猜了。哎呀！啊，老牛你看似憨厚的老牛，我就知道。哎呀，我都不祥瑞感。母鸡，你说实话，你手里三张牌是什么？啊，我手里三张圈。啊啊啊！全都中手枪啊！啊！老牛是不是两个一枪死了？高老庄赌神回火焰山了呀！是什么
什么枪啊？我操！高老庄赌神就剩我俩了，你怎么说？地上那个能不能吱个声？又吱个声了啊！你自己看啊！你看我就行了，你看我的通。我已经帮你开了几枪了呀！啊，剩下的靠你了。那我听你的。好好好好好，叶芝，你一动你一动嘴，我就挨枪子儿。啊！你一动嘴，我就挨枪子儿啊！我都没说话。你别说话了。哎，其实母鸡啊，其实是因为我他妈这五张牌全他妈没有 K。哎呦！啊，这样的是吧？不对，我现在头上是几了？你球上是二，二啊，二还行，二还行。One ace。叶子，你叶子不吱声，那这张应该是真的。这么个逻辑是吗？你小子，但我觉得你是假的。怎么还有这种逻辑啊！我操！哇，这么真诚的老猪，你也知道是假的？老狐狸该死啊！其实你不是两发子弹。Luck, don't fail. 不能吧？不能吧？哎呦哎呦！怎么办啊？一直不说话和说话，他都能获取到信息，可恶！我总感觉有哪里不对劲，你知道吗？替身使者。我总感觉有哪里不对劲，但我不知道在哪里不对劲。Two queens， 叶子，叶子，叶子不说话，那就是对的。One queen， 叶子不说话，那就是对的。你这个逻辑从哪来的啊？叶子不说话就是对的。不知道。你。你有六条，你有五条命，你怕是多？对啊，你有五条命啊。那我拍？不是、啊，我就这么说说，你怎么真拍了？你他妈！哎呀，吐啊！吐啊！完了！你是不是两张条？这和我没有关系的呀。剩了两张条，你说？哎，最不服的一集啊！你是不是剩了两张条？你说你是不是剩了两张条？这真的和我没有任何关系呀、啊！行啊，普通武藤君抓不到母鸡、啊，很难受、啊。Records， 三招你真的假的？拍他！你猜我是不是真的假的吗？你有本事你刚刚换完座，你试试吧。拍他！哇，你就让他过了。拍他！哎呦，让他过、啊。他怎么可能有三张啊？你在开什么玩笑 ？Two kings， 确实没有三张。那只能代表叶子手里其实没牌。Two kings， 我操，他出完了。这你不拍他？剩两张 K 吗？哎，你这你不拍他？最后两张不可能拍的，最后两张会拍。那可不一定啊。椰子的明显是假的，云。One King。不知道啊。One King。Liar。一张。啊？假的拍的。哦，小椰子哦。哦，真的没让他拍中啊！哎呦，他要是两，他要是有 K 的话，他妈就是找两张出个椰子，我还不了解。我有 K 啊！我操！也差不多，你上一把赢了，对不对？啊，对。十几枪最后赢了，你这把输了也很正常啊。运气守恒定律啊。那母鸡的运气守恒那有点久。一三四，有点久。一三四，一三四，一三四。这么夸张？干了！不信！不信！爆头！啊！我都告你了，一三四，绝对！回头见！回头见！不信！骗人牌啊！游戏骗人牌！你别我一走，你们他赢啊！哎呀！这么夸张？我今天只有一条命！你少放屁啊！我上一把一条命，我这把还一条命吗？直接往母鸡桌上放把沙鹰算了，不用给他放装备。不能，人不能倒霉一辈子。当母鸡可以。我觉得你不对劲。嘿嘿，小狐狸。你们两个不行啊！你们俩没有一张 A， 没办法，都是 K 了。Don't fail me now。回头见。哟。单挑，夸张，没有意思。
要半场开香槟了。两张。多少兵行不行啊？不信。好，不信。我不可能被一枪崩死吧？不会吧？不会吧？我有点慌，我真有点慌。运气守恒啊！你之前一枪崩死我了，不可能再崩死我了。哎呦！哎呦！好吓人呐、啊！连一杠六我都觉得吓人，你知道吗？还是两张。Aces. One ace. One ace. 母鸡，我要你拍他。One ace. 拍他。拍他。One ace. 我觉得他应该是对的。有 ace 啊，不信。我操！我就这一张不是，他给我拍了。我要你拍他，你为什么不拍他呢？因为我的输的概率非常低啊，我只有这一张不是。一杠六不是，你二杠六是不是？哎，二杠六也不是。啊，第二轮啊，第二轮要不打出去，第二轮你要。我就那一张牌，只要过了就能赢，概率那么高，我为什么要去赌拍他呢 ？One queen, two queens, 要我你就拍这个。啊拿下不、啊啊、是我一张圈都没有怎么办呀、啊、哦这样的是吧那你就一张一张打一下不信死不了回头见回头见不死哎呀怎么说啊我也没有死完了我又是五杠六的猪给你耗死了吧太傻了不信 liar啊！一张你也拍，一张我也拍，问了吧？好，好、哦，四杠六怎么说？胡涛文，你不行，我也不死，四杠六也死不了，你信不信？回头见，死不了。啊，谢的，哥，你压了赢啊！哎呀，啊，浑身难受，终于赢一轮了，不行，现赢。我不服了，鬼爷跟我来一把。Two kings， 吹牛逼，吹牛逼，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他要说吹牛逼。你有点过分了、啊，在比神面前，你敢出两张，你就要被吹牛逼。我跟你说。Well ain't my first rodeo。你这跟我吹，完了，野直那边，野直气势被压住了，怎么办？啊，那我等下出三张啊。对，出三张，他就让你过了。Kings. 啊。啊！拿点魄力来啊！啊！是不是吹牛逼？是不是吹牛逼、啊？有没有魄力啊？有没有魄力？有，我就拍我看看来。啊，那你看吧。好，我操！好，那我三张，你三张，那我一张没有。我没有，我也没有。这、啊、要回头再见了，要分头行动了。拜拜了。哎呀，居然没有！可恶啊！我说老朱，来点魄力。又三张啊！跟你讲，一张一张啊，一张你这没什么意思，有点怂的呀。One ace, one ace, 你跟他杠上了是吧？哎、啊，你非要分这个头？我一张 A 没有啊，我一张 A 没有啊。哦，我还以为你非要分这个头的。我没一张 A 没有啊。这把运气不行啊！我靠。我一张 A 没有啊，我手上三张，勾也没有 ，A 也没有。每次我排好的时候，根本就不需要我出，他们自己就决出胜负了，真的。行不行啊，比赛啊？没有 A 呀、啊，没有牌啊。One ace， 吹牛逼，吹牛逼，吹牛逼，吹什么牛逼？我好不容易好马，你给我这。比神单张很少吹牛逼，我一张的时候什么吹过牛逼？ Ain't the first time you've stared down death。死了，死不了！哎呀，你以为所有的老妹都是阿姆系啊 ？One queen, one queen, one queen。我刚才吹牛逼。Queen， 都在吹牛逼。Two queens， 吹牛逼。One queen， 吹牛逼。One queen， 打他，拍他，拍他！你信他啊？吹牛逼。One
都来是吧？吹老牛，都来呀、啊！不信，吹老牛，吹牛逼！这一张，哎呀，没吹牛，我就这一张，不要玩，我就这一张吧。你再憋一轮，他就死了。哎呀，我就这一张啊！No、不死，死不了，牛啊！哎呦，我操！五枪一个不死，好好好。One ace， 拍的。Two aces， liar。哎呀，哎呀，全在他那边，都在你那是吧？我这把四张哥，四张 A， 你们要我出一把？哎嘿，所以我说牌好的基本上不用出。哎，他死了你就说我下家哦。哎，你们三个六枪一个都没事是吧？我跟你讲，他俩死一个我就给你 copy。哦，开得开一下这个狐狸。所以说你俩先死一个，让我开他呀。想得美。死啊！我死了你也开不了。想得美。我其实不会开，我会那什么，我会骗的。Ace。你打什么？没骗你。分一张，拍他。那我拍你。你拍我。哎呀！哎呀！我主要想看一下我会不会一枪死，你知道吧？喝点红粉佳人，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谁。Let's hope I have both。该死了！呀呀！One king。我感觉他吹牛逼。King。真牛逼 ！One king， one king。我觉得这真吹牛逼，叶子吹牛逼，我真觉得吹牛逼。你怎么不看别人吹牛逼的啊？天天看我吹牛逼。因为你的确打人家吹牛逼的样子。One king， 打八吹牛逼。哈哈哈！哎，这么多的吗？一手的 K， 我一张一张出的。哎，大家都是二杠六是吧？啊、那还行。我也四张 K 啊，母鸡没有 K 啊。哎、母鸡没有母鸡几啊？我没有 K。没有啊？椰子我一张都没有。一张呀？嗯？哦，牛两俩吗？哦哦，对对对，我两个。这个牌还可以。看看啊，还刚想说四别三人当刮目相看就这。One ace。Nice， 椰子指示我，指示我，我感觉你在吹牛。啊，我，你感觉错了？哎，你感觉对了，居然，给你猜对了。我就说椰子不敢指示我，他必定有问题。你小子读心大师是吧？啊？只要能看到眼睛，我就知道他有没有在说谎。不行了，我得这么玩牌了。我的低头，我现在看着我的胸了。母鸡指示我带走。你把台阶让我看看。One ace。八二大子多少？干的三张。干的。三张。你不会手上没有 A 吧？你这个不干他？要开吗？肯定干他呀！老牛，牛哥，我手上三张，我有一张小王，他怎么可能有三张 A？ 牛哥，你信他？除非你手上没有 A。牛哥，你俩死了都没事，你俩死了都能靠阿布。不信 ，liar！ 老牛，我五张 K， 我五张 A， 我五张 A， 老牛，老牛我五张 A。不能信母鸡啊！我四张 A 加一张王，加一张王，这你敢的不？啊？你猪哥什么时候骗过你？我其实并没有那么多，骗过很多次的啊！哎呦，给我笑死了 ！One Queen， One Queen。对，这个游戏就是吹牛逼，知道吗？直视我眼睛，我看你怎么了？我感觉他吹牛。好，啊，这个是不是在吹牛？来吧，我真感觉你吹牛。啊，我觉得他是吹牛的，对。
因为我身上有很多的圈，很多的皮带。你有几张圈？我有三张，好像是。我一张没有。啊，这你也敢拍？一张没有。See if luck's still on my side. 这头猪身上多少带点玄曲？啊，这都没死啊！我打到现在一个人都没死。那也是。哎，我这眼睛你一直视我就能知道你们三个人的假的。没事，我再丢三张。牌都不看。牌都不看是吧？啊、那我还是丢一张吧。啊，这，哎，你能看出什么？哇，你让我看你的眼睛，老牛，支持我。Two queens。哎，别动，让我看看母鸡的眼神。你要不可以啊？你不能死啊，狗哥！狗哥，狗子怎么回事？狗子？啊，发起冲锋！5-6警告。该死了！八级冲锋！猜你下家现在是谁？那只猪靠近我了，怎么办？你猜谁是你的下家？完了完了，那只猪靠近我了！我操，这怎么赢啊？ One is 一张，当断不断，必受其乱，不信！又来了，你看我这牌，他这样就叫了。你的牌是非常非常烂吧？你是不是一张一都没有？啊，是。我就知道。那你敢叫？该死了，老牛！我在地狱诅咒你。哦，4-6。哎呀，老牛！上手就说五张 A， 他这游戏最多一波只能出三张啊。我要那是五张，第一轮就走。哎呀，老牛！ One Queen。One Queen， 你在跟我吹牛吧？啊，我又跟你吹牛了。嗯嗯，分头行动。嗯，不对吧？回头再见。分头行动，回头再见。哎呀，没劲，怎么回事啊？我还没见完，他吃不回家肉了。嗯嗯。感觉失去那种天启般的感觉。叶子，这个谁是叶子？叫他，叫他！不信，绝对错了，绝对是，绝对是假的。不信，你敢信他的？我敢保证，母鸡手里牌肯定一手烂牌，我跟你讲，看他手肯定一手烂牌，要出去知道吗？不信，哦，老牛好耐杀呀！哎，老牛可以啊，老牛啊，失误，判断失误。他坑你两轮啊？没有啊，你别乱讲啊。他在分化我们俩离间计，你知道吧？啊，你这六杠可不是我整的啊！ One Queen， Two Queens， One Queen， 一张 ，One Queen， 我也来一张。等会儿几张 ？One Queen， 不知道没算牌。One Queen， 应该是几张 ？Liar， 操！逮到你了，终于逮到你了，死而无憾了，必神！分头行动，寡妇的 collection 不合理吧？不是啊！哎，你们俩又挨了九枪是吧？哎，真耐射呀！你说在这种人均耐射王的局里，怎么才能赢呢？你说说看。不知道，老牛再拍我。Two queens。我这把就多，我拍你干什么 ？One queen。母鸡支持我的眼睛。我支持你的眼睛，怎么了？一会儿你拍我。拍他，我一手的圈。野子。一直都不能动了，你干啥干啥？嘿，椰汁的，嘿，椰汁。Queen， 把我干掉就开始叫我了是吧？我觉得你不对劲。啊！哎呀！哎，我牌太差了，没办法，你知道吗？我感觉下一轮猪一定要拍我了，我没办法。你刚才那张是真的假的？我刚才真的。哦，椰汁给我，我不会死了吧？他们都死，哎呀，我就说嘛。哇！我现在几了？你现在三。你一。你我替你放屁，我一，
吸引我的这个。我现在里面还有三颗子弹啊，射了三发了，我现在是三杠六。还有三颗子弹是吧？下面。别看着我眼睛。这是我。嗯，只是你怎么了？假的。假个屁！你听他放屁。你不说话哈，你要说话纯放屁，我跟你讲。老牛就会吹牛逼，我跟你讲。One queen。老牛怎么说？假的。你刚刚不是说老牛？来。我就不信了。妈的，你怎么该信的时候不信啊？你真的是。哎。你怎么该信的时候不信？我恨他。你打什么 king？ 我手里五张 king， 你打几张 king？ Don't fail me now。再见啊！我操！我不服。我手里五张 king， 你还跟他三张？再给我一张牌，再给我一条命，我能赢啊！哎，我手里五张 king， 你在跟我扯什么蛋呢？你该死！哎，我刚应该叫的，谁知道他手上拿五张 king 在逗我是吧？啊，咱们打几张？一张。我感觉吹牛。完了，我死了，阿木西。啊，你这，我操，又让这个处赢了，我真服了。哎，这就是王者归来呀、啊！哎，三个小兔子、啊，怎么会这样？天要亡了我呀！老板，红粉家人还有剩的没？他刚刚是运气好，他四杠六活下来了。再来一次，他可活不下来。我跟你们讲，对，猪目前是赢的最多的。那可不，高老庄赌神。Two aces， 假的牌。Liar。真拍呀、啊！我说的是，我感觉信我的。真拍呀、啊！我他妈这把又是五 A， 哼！我这把四张 A， 我这把三张 A， 一张王。我都说他手上多。他两张，跟我吹牛的。他如果叫你拍的时候，他手上肯定很多。对。真的吗？你真的觉得这么想的吗？对。从哪里跌倒，从哪里站起来。打的 One King Three Kings 打了呀打他这不打他不行你们他妈三个一伙哎你怎么那么怂啊啊 One King 这你要不打他我就更看不起你了你说你怎么不打他 啊你打他 Two Kings你再跟我装了哪有这么多 king 啊哎呦他真有他应该是五张 king 再见老猪哎老猪的运气无人能敌啊这把的目标就是把老猪搞下去两张两张我觉得可以拍他该打三张了操我觉得可以拍他你这不拍啊他怎么可能有两张呢我这儿有三张他怎么可能有两张、啊、你也有两张你三张我操你们是真行又不行有 luck 你这不拍他母鸡说的三张我感觉母鸡在吹牛我又吹牛了他不可能有三张我就这么说了怂了呀啊怂了呀哎呀你还不如拍他呢我感觉你们三个人针对我没有、啊、没有、啊、真的你拍他他就死了呀我感觉不对我感觉没到不对回头见你又不回头见这个猪真硬啊不对呀、啊、这两个人在搞我没有啊找的牌太烂了这什么牌呀、啊、这人出的牌吗 One is One ace 拍的假的我信你个鬼他又假的 ace 我感觉他在营造出自己手上很多 ace 的那种感觉 one ace 假的假的 two aces 这个肯定假的、这个肯定假的是吧我不敢拍啊你拍吧 one ace 被猪猪抓住了呀牛牛 ain't the first time I've stared down death 没有了呀没牌了是吧？不哎，我接你猜你下家是谁？完了，他耗了猪猪两条命啊，不对劲了呀！牛牛你也太不争气了吧，一条命就死了。One king，
张 One King Two Kings 母鸡看到我的眼睛假的你又你帮哪边的你啊假的我不信 Two Kings 母鸡只是我的眼睛 One King 假的你他妈的是哪伙的我不说话省得暴露出一些奇怪的东西看到没有、啊、假的求问 Liar 你失去了锐意进取之心一直在求稳你怎么能赢我一张 K 没有啊我怎么求赢进取就算没有你也得装成你有啊我死了好、啊、老朱也死了回头见我就说比神不行嘛快点我们俩就和平发展好吧反正老朱已经倒了没事赢个 One Ace One Ace 打他待会儿不是让他打母鸡你在干嘛、啊、你在干嘛我说要母鸡打他你在干嘛啊比如说你不是说我打他吗啊我说要他打母鸡哎呦二杠六问题不大啊你怎么不说干的对吧我你这是母鸡出来怪Two Queens 我也两张 Queens 出我感觉味道有假的 Liar 最后三张怎么可能是假的那也没办法我手上没有圈了你没了我手上没有圈了来来给大家表演一个一枪死你少放屁啊 Luck, don't fail me. 给大家表演一个哎呀好慌啊呀我感觉葡萄牡丹金他们在他们搅乱我的气场我啥话都没说就搅乱你气场那我现在要开始瞎说你一进来我就犹豫了很怪 One King 我感觉在假的 One King 你不要扰乱我的气场 Liar 这一张我觉得应该不是假哎我就知道哎呦呦呦呦呦呦但是我感觉椰子那个应该是假的那也不能冒着险我手上牌挺多的 Luck's still on my side 不会死了吧别让他赢了这不得在告庄赌神面前扬眉吐气啊又不是你给我送走了这么嚣张的个人 One Queen 假的 Liar 你这招用多少遍了真让他赢他能不能回头 Well ain't my first rodeo 别是应该又有两瓶红粉家人了给我端上来我是要狗给坑我要椰子坑死了